天气转冷了，我们家也开上地暖了。这个地暖吧，就和空调有一个同样缺陷，就是容易让屋子里的空气干燥。虽然也安装了加湿器，不过吧，还是挺担心的。担心什么呢？脸部皱纹。所以呢，现在准备去化妆店买瓶改善皱纹的美容液。今天出门穿的大衣是黑色的，打算用这种比较鲜艳的围巾来搭配。这是一条四方形的围巾，现在把四个角折到中间来，这样折好了之后呢，这样折过来，像百叶窗一样的折，然后围在脖子上打个结。把这两边拉开，就像是一束花一样，也可以拉过来，在旁边。这里是百货公司资生堂专柜。很快柜台小姐给我拿来了我想要的抗皱美容霜，这款美容液据说既能抗皱又能美白，当然了价格也有点小贵，不过早晚各用一次，可以使用两个月呢，感觉还是挺划算的。哎，女人吧就得对自己好一点。现在店员准备给我免费测试一下皮肤各方面状况，文字显示可自选中日英韩四种语言。现在开始用仪器测试面部具体素质。结果出来啦！店员告诉我说，这款美容液之前就能先用最鲜的美白霜，就能获得双重效果。这款美容霜内含有30和50毫升两种。これだけはどうなの？听完解说，也许多少有点冲动，不过我还是决定买了这两款。当然啦，为了美必须得有付出。これをお願いします。大きい方で。
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はい、じゃあこれで接客の方進んでいきますね。最后店员还给我详细做了使用程序说明，近期打算再为大家做期实际操作分享，敬请期待哟。今天还另买了一款护肤水，都是替换装。ちょっとね、もういつでも構いません。お肌チェックだけでも、うん、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でこれが今日お求めの商品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選ぶ好的样品。喝杯咖啡再回家。白嫩的皮肤，もち肌、もち肌、もち肌、显老。老けて見える、老けて見える、老けて見える。显得年轻、若々しい、若々しい、若々しい。これできる人は珍しいらしいですよ。